天才发现在新亚所属的产地根本都无黄金了后，气急要甲庙顶掉。俗慧惊讲要卖地，叫天才来厝收钱，设计予清风甲俗官困做伙，叫证人甲骗上。俗官用尽家伙来卖地，劝清风得过俗慧一摆机会，无想要到俗慧颠倒了阿妈来威胁伊。俗官，阿妈刚回来。阿妹啊，清风，你无找着阿妈哦？就是无啊，我去阿妈平常时会去的所在哦，就是找无伊啦，唔知阿妈会去倒位，实在是要共去死的。小官啊，阿妈平常时出去哦，拢会甲我讲，嘛唔捌一个人出去遐尔久呢。即摆落到雨遮尔大，唔知阿妈压着雨无呢？我就是烦恼这啊，阿妈的身体无好，假使我压着雨，受着风寒，是要安怎啦？要找阿妈哦，唔较简单。只要吼，你答应我哩，我就甲你讲，阿妈伫咧倒位。秀慧，是你把阿妈带出去的？无唔对，我知影清风有效，只有你这步，才会当避掉我哩。秀慧，你哪会当以阿妹的性命威胁我？阿妈伫咧倒位，你紧讲。放心啦，伊袂枵着，嘛袂睡打着啊，嘛袂有代志啦。要唔过吼，你若是讲唔答应，时间一拖久，我就唔敢保证哦。你，秀慧啊！这代志哪会当讲算笑啦？你真是愈来愈不习惯呢。我才无讲算笑嘞，我是认真的。只有安尼做，我才会当看你有感，去给我的好爷人使。小官，这边你小妹怎啊想过超过啊？伊安怎糟蹋我，我拢袂要紧，我拢会当吞忍。按过伊阿妈性命威胁我，我实在无当当做无代志。事到如今，你袂当怪我，无照咱有所行。他就一种自私自利的查某囡仔，还继续留咱家，这家怎卖着给煞脱？清风，随着伊安怎讲啦，李延叔啊，紧请请来给我，这间破厝吼，我早就住袂落啊！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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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听无？阿妈，你阿妈你，哪里？阿妈，阿妈。我讲，阿妈受着风寒，骨病发作，已经无药医啊，阿咱紧准备休息。你来干啥啊？这一切拢是你害，是阿咱你害死我阿妈。我不是跳过伊，我唔知影代志，为啥变作安尼？你即马讲啥拢袂有啊？你这查某囡仔就是安尼自私自利，拢唔知影所有人拢用过你。你阿姊自细汉照顾你到大汉，你煞害歹伊。阿妈遐尔照顾你，你煞害死伊。你这查某囡仔，敢当独了只伊吗？敢敢讲你是？阿姊，我清风，莫安尼啦。他拄仔我已经有台买过啊，我相信伊会悔改。小官拜托你，莫讲替伊讲话啊，小慧。我现在就后悔，现在你当初我会带你做某，现在我会听阿妈的话，对你一再容忍，一再吞忍，现在我会答应你阿姊，会好好照顾你一世人。今摆我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在伊两个人面头前，甲你赶出油甲，等下，这是你离不离的脸书。现在阿妈就要离开我，我什么拢无啊！你怀疑啊？你干嘛啦？去找你好样人阿婶，我有时我无你这款人无。我总算是摕到你言书啊，也毋过，为什么我一点欢喜的感觉拢无？对啊，清风，庙公有讲过，讲我金锁链会当治急症，我这下要够救啊！对吼，
我是想过着急，煞袂记这件代志。苗官也袂甘变啊！小官，阿妈麻烦你照顾，我今晚结算嘞。你刚平安，你就要离开？小弟，金帅嘞，你也真正是勇，阮阿爸的命就靠你啊！没嘞。我袂当走落去，我袂愿死。阿妈讲要等我回去救伊，我一定爱活的。天公伯啊，三仙爷，你怎会保庇我？情况若还袂转来，我叫要急死啊！阿妈。你清醒啊！我哪拢无看清风的人嘞？伊去打你班药啊，连咪都转来啊！我看无法度等你转来啊！阿妈有话哦，要你交代。袂啦，阿妈，你袂有代志啊！哈！你听阿妈讲，阿妈走了啊！上该可怜的是清风啊！甲你同款，囡仔时阵拢无爸无母人去顾，阿妈是唔甘啊，放伊一个人，安尼孤孤单单。其实阿妈吼，上喜欢就是你做我的顺心妇，阿小飞也坚持要走。你就好走，阿妈希望你留在清风的身躯边，好好照顾伊，支持伊，替阮尤家传宗接代。阿妈都无啥物人好管了。阿妈，我，你答应我好不？好啦，我答应你哈、啊，你我会当安心啊来去啊，多谢你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你不能安尼啦，阿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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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有去啊，我帮你养啊，清风，赶紧找药，阿妈回去，阿妈回去。你要怎么了？小子，阿妈，你清醒了？啊，你想要干嘛做？清风啊，你小妈你们三妹了？你说你呢？哎呦，哎呦。阿妈的人爱开个轻松个，啊，天来才有效。阿妈，那恁先卖讲话，啊，继续困，哈，来这里。小乖，行，咱出去。小乖，你。小乖。小慧，你敢知你做代志伤过懵懂？阿妈才怎么叫你害死，你知无？小乖，若不是小慧救我，恐惊连我也无命。小慧救你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妹，我袂当走落去，我袂愿死。晴空，进来啦！进来，晴空，你进来，阿妈在前面，进来，晴空，进来，你都进来。
小慧，多谢你，你怎麼在這？我不放心啦，就在看看看，想不到救到你。情况不要說這麼多，快回去叫阿嬤，快點來啦。好，來。若不是小慧叫我一名，我根本沒辦法平安回來，也沒辦法叫阿嬤。我就說啊，溫小妹本身沒這麼壞。小慧啊，這樣你是不是要跟清風離緣啊？你一定要離的，我會這樣做，只是在彌補我的不對。既然阿嬤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，我也應該來走。小慧，什麼都不用說了。阿姊，阿嬤就麻煩你照顧了，我要去找我的幸福了。在我問阿伯達成之前，我絕對不會回來。小慧，你這樣是何必苦？阿姊，每一个人都有伊的梦想，你的梦想已经找到了，就是清风。我相信清风一定能让你安安稳稳过日子。要不过，我的梦想还未找到，我还继续来找啊。阿姊，你要保重，我要来走啊。小鬼，哎，小怪，我去了。伊安尼甲强逼，硬要甲伊留伫遮，嘛毋是办法，伊嘛袂快乐。人讲，一人一款命，好歹天注定。小关了。欠嘛吼，就甲你讲啊吼，你即摆有心，莫来缠你做事，你就是唔听。行，咱去边仔休困。唔免啦，我袂忝啦。我只是咧想小鬼，唔知伊即摆过得好无？无得靠，伊即摆已经找到好阿人家啊，等你幸福咧，根本就无时间等来看咱。那是安尼是上好啦。你又莫想遐济啊啦，较紧，较紧。好，谢谢你，老兄。好，较紧，刚来吃新鸭饼。好，迄个不是赵天才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咱得去看卖啊。来，蔡新鸭，地主赵金毛，有事甲你困求，我老孙啊，得马拉利亚，病已经足严重，而且哦，我甲你一个后生尔。希望再次也做出，我老生病，赶紧好起来。阿婆地主哦，无钱通甲你添油烟，因为哦，我甲我所有财产，拢要摕去看老师的病，来开了了去。再次呀，假使你若真正灵性，会甲我老生病医好起来。我甘要留下你这个庙，甲你供奉一世啊！我拜托你，真是啊！哪安尼啦？真是啊！我来跋无杯啊！你不是有求必应啊？你当然嘛跋无杯，你袂记当年你伫财神爷面前许什么愿？我知我唔对，你同事，你答应咩咩我发财，而且嘛我姊妹去做生意，我嘛赚袂少钱，我煞来做咧偷鸡劫命的代志，而且嘛害袂少人。你敢知影一斤十两银是安怎来的？迄是因为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，佮加上葫芦树，总共十两两。伊若减愈多，福报就愈少。虽然占一时的便宜，啊，不过失得钱失得了。你为着要救恁后生的爸，把恁家产拢开了了，这是上好的证明啊！我早都已经后悔啊！啊，不过恁囝比你较可行，做了比你更加济失得代。阿爸，你莫听黑白讲啦！在在在在，是啊，
根本都无灵性。伊骗我讲，我会变做上好嫁的人。结果，我四个去乌金山，什么拢乌无，所得到这个马拉利亚。今嘛我所有的钱，拢去乌落个遍地啊！这一切都是真是厉害啦！人讲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但是天才死到临头，也唔知人后悔啦。啊，当初将要叫天才赎回，今嘛人伫倒呢？财神也袂骗你，其实伊早就是一个好起来的人，只是有一个人袂满足天才，伊一向拢用金钱咧看代志，所以伊无朋友，心内真空虚，一直咧用金钱咧满足家己。当初财神爷是问你上辈，就是要甲你讲，你有一个真爱你阿爸，迄个是上大的财富。你唔难知足，阁不好，才会落到今仔日下场。这就是唔知天寿所害的。阿爸，阿爸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刘公，阿是我即摆去帮金锁林回家，无得甲你讲好啊。唔免啦，伊命该如此，神仙难救啊。清风。习惯，之前我对恁遐尼啊歹，今仔恁阁想要救我，我想想，我真正是罪该万死。今仔我剩一最后一口气，就是希望讲恁敢会当原谅我。天才。既然你已经知影悔改啊，我当然卖原谅你。是啊，阮从来哦拢无把这怨恨藏在心肝底。我今麦才了解，原来只在心不带来，事不带去。我过去追求的，一切拢是空。亲情才是上大的财富。我爸。即马清风果然变到龟庄阿头上好嘅人啊！伊个血管所剩嘅药王，那趁钱佫救真济人。原来当初财神爷只是血费嘅计好嘅人，都是你讲清风。不过血管原来是真烦恼血费，做想要知伊嘅下落。我即马啥物拢无祈求，我但希望讲会当紧来找到阮小妹，甲伊团圆，会当甲伊分享这所有一切。阿姊，看到你甲清风过好日子。我心肝内真欢喜，也毋过我对不起你，我实在无迄个命通好记你。小妹，真正是你呢？你回来哪无回来找阿姊啦？看你安尼，伫个外口受真侪苦。我，这拢是我家己做得来，你莫怪我啦。哪会用的无管呢？你是我的小妹呢，我你啥物都唔免讲，阿姊拢知影。我甲清风根本就无来这代志扛在心肝顶，阿姊一感觉拢在烦恼你，今摆用的看到你，你敢知我有偌欢喜？清风，咱若小妹再跟你同好无？当然嘛好，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清风啊，小官，我是爱小辉哦。甲两个人伫咧正月十五拜财神，两花灯。迄人咧讲哦，两花灯嫁好翁。我相信哦，财神爷一定会保庇，早日一天找到好翁婿。对啦对啦，正月十五大家来两花灯。今麦咱先来拜有求必应财神爷。来来来。贪人一两是袂好嘢。贪人两两吃袂过后代，贪人三两就会夭寿啊！武财神虽然讲有求必应，不过也着神也着人。人若是唔知人珍惜机会，干那看到眼前的荣华富贵，强求无属于家己的物件，终其尾永远是一条空。
旧历三月十五武财神圣诞的时阵，来到南投草屯屯河宫，你就当看到百人更神桥武财神绕境闹热的场面。这顶神桥长12.8公尺，宽5.8公尺，重量280公斤，所以都要真侪人做伙来扛才更有法力。推出这个大轿嘛，真不简单。你桥扛啦，还是讲你的桥的重量啦，啊，甲伊的负荷量啦，各方面拢爱专家搁设计过。团税伫3月15日即天，那是两桥卡，都会当带来几年冬的好运，所以嘛吸引了真侪善男信女来参加。即个闹热的活动，除了庆祝武财神的圣诞以外，嘛是希望大家拢会当添财运。